桂林县长张丽仙伫今仔日大甲斗南镇会勘水产斗南之心的工厂，希望将塔里埔园区结合火车站周边的旧仓库、甲派出所以及公园绿地，打造休闲舒适的观光空间，也来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唔忘未来完工了后，那些当户斗南镇变了更加欢迎，卖当户少年人愿意返来故乡吃头路，为斗南注入新的活力。斗南镇有火车站，而且有高速公路，交通会当讲是非常方便。为着带动斗南地区整体的发展，政府也向营建署来争取璀璨斗南之星的兴建工程。今日县长张丽仙也来到现场进行会勘工作。斗南镇吼，以往以来吼，咱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所在，但是长久以来吼，拢受到漠视吼。但是今嘛无同款啦吼，阮整个吼斗南镇这个核心价值吼，爱会提升啦吼。啊好，嘛和咱整个斗南镇在乡亲呢，看到讲啊，咱斗南镇气势啦。有很好的这个条件，只是吼爱有大家共同吼合作，啊，经过有心的团队呢，来共同创立未来斗南镇，绝对是无同款的。火车站原本的扩展工程，加上即马新的工程，斗南镇长沈惠芬也表示，未来等台南的工程完成了，唔来当解决地方黑白停车的问题，也当来打造一个休闲空间，为斗南带入观光产业。哦，因为阮斗南车头这边遮吼，因为扩展工程吼，啊，搁咱这个城镇之星吼。两项工程吼，啊，伫明年的正月，拢要同时间来初步完工。啊，阮会使讲好好啊，过来啦规划头前吼，即个停车的乱象吼，哦，啊嘛会使吼吸引到咱各县市即个的民众吼。啊，来咱斗南遮来观光。惠林县议员蔡东辉表示，新工程将会把旧的仓库打造成为青年创业的基地，让新的活力会当来进驻斗南。目前报名的人数是非常侪人，家己的各乡县府来争取更加侪的名额。咱即款今日嘛，甲县长争取，就是讲7号、8号要来做咱斗南少年人吼，的这个青年创业基地啦吼。啊，目前在开放一礼拜报名，已经超过60几个啊。啊。我个人会阁继续来甲县府沟通吼，将八号仓库嘛纳入，将公路局车楼嘛纳入，咱这少年家会当返来故乡，返来遮做生意，返来遮啊创造恁的事业。将塔里埔园区结合着斗南周边的建筑工程来打造一个优质舒适休闲空间，相信等待工程完成了，也一定会当予地方更加欢迎。记者江怡昌报道。